是嘿哟，大家好，然后呵呵我是那队长，我们今天是要来抽泰，没有错。然后今天是6月30日，就是有那个超兽神域的，对，兽神祭，对不起。然后今天这个可以抽到路西法，然后我就希望能抽到路西法，对，路西法吧，对。然后抽不到的话，那我也没什么话好说的。然后我们就先抽一个天后玉吧，哥哥。抽个天后玉，再抽一个路西法。好，金色。哦，是你，我有你啦。好，然后我们来抽，再是连抽吧，拜托，路西法。哦，好紧张哦。到。好，走吧。有了，哦，这位是，好吧，我不知道他是谁。哦，这位是谁啊？没看过哎。在。哦。等一下，是你耶，埃及后，是你耶，你来了，这位是谁啊？这我倒不知道。然后这位应该就是，好吧，这位我也不知道是谁啊，没中路西法，没中埃及艳后。好了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时光就先到此哦，埃及艳后哎，等一下，埃及艳后哎。好啦，我觉得我们今天时光就先到这了。对，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随时继续我在我的更新影片。哦，爱情也好，等一下，爱情也好。好啦，今天就到此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所以就讲啦，讲。